中国人民银行八号发布公告，定于今年11月5号起发行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五元纸币。该版五元纸币与2005年版相比，保持规格、主图案、主色调等要素不变，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。正面的变化为中部面额数字调整为光彩光变面额数字5，背面票面年号改为2020年，发行后与同面额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。